心灵啊，利川街这边民族路教会，但西边呢是中正路的文化中心呢，兴国中学在举办那个圣诞节前的活动，因为圣诞节要来了，今天12月22号冬至啊，传说真正的圣诞就是10月25日。国历10月25日，它是台湾光复节，一般都以为是12月25日。这里利川街，利川街哈，嘉南大圳、中圳还是嘉南大圳北边。